我们现在看那个全美行的池上饭盒啊，那跟我刚吃雾涛比哦，我就真的觉得全美行打开就是，哦，就是真的是挺不赖的。然后他们家就是他池上饭包的特色就是菜很多种啊，哦，那全美行真的不例外啊。这一家我是常常吃的，就是几乎每次来到池上都会吃这一家。然后这一家就是来，我看叔叔看，刚刚雾涛好像有11种菜左右，那你看这边有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也大概11种左右啦。好，那基本上配置应该是大同小异啦啊，然后在味道上，我是觉得比较之后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吃全美行的。哦啊，毕竟它也是就是老店啦，哎，那刚刚有给大家看他们现在的店跟以前的店哦，以前就是一个小小的透天这样。哦，那接下来就因为我刚刚吃一个食堂便饭饱了，然后还蛮饱的。那池上便当呢，它的那个特色就是说它可以放啊，哦，冷冷的也是很好吃，所以我等一下路上饿了再吃。好，哦，那现在先跟大家分享它的内容物。好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哦，那今天继续来吃，我现在已经在店里面了，那我现在没营业，然后环境比较吵，因为外面都在卖东西，哦，就是外面都是卖吃的，哦，然后便当是昨天从花莲带回来的啦，对，然后吃不完都因为没办法，就是全美行的，对，全美行，然后因为昨天没办法吃全部，哦，所以今天就微波一下，哦，来，这是全美行的池上饭包，一样是木片盒装的，嗯，然后内容物昨天在池上车站的时候已经在车内跟大家介绍过，那现在就直接吃了齁，哦，因为这边的已经放了一天以上了齁，所以说风味绝对不会比刚买的时候好啦，但是我现在闻起来味道还 OK 哦，就在香肠齁，跟正好全美行也是一般版本的香肠切片，它跟家乡一样，可是香肠的肉味还蛮够的哦。然后全美行就是有那个还有青菜，我过去到池上都是吃全美行的，哎呀，真的比较起来哦，这次比较起来，我更加确定他在我心目中哦，池上饭包保住我地位，哦，因为他的东西看起来就真的是很丰富，然后这是烧肉，放一天哦，好吃，就是那个恰吧，然后他那个特色就是他有那个柴鱼香松。这东西呢超下饭的，光这个东西我看就可以扒好几碗饭。哦，贝拉贝拉姆的池上观山米，嗯，好吃。啊，说真的啦，他们池上这边的那个米饭真的是超好吃的。那个萝卜干，这在雾涛是免费自己拿的。然后还有那个甜姜，那个是那个鬼牙鲍啊，鬼牙鲍，古早味的鬼牙鲍，也是下饭的。然后卤蛋，嗯，也是蛮入味的。那你那个
菜色的多元性啊，这三家里面是那个雾桃啊，雾桃的那个让它给那个菜色的种类最多，可是美味度我觉得全美行还是第一名。哦，而且就是那种五十几年的哈，那以前应该不止啊。那以前他们是在月台上叫卖，就是以前还有那种蓝皮那种铁皮普快的那种日子哈，普通车啊，对啊。然后到这个位到那个池上这一站就是。买便当吃，然后他们在为月台叫卖，跟芙蓉一样。好，那就是以上，我就这次到池上，刚好有时间把三家比较指标性的那个池上饭包的那个买来做个比较，然后我自己个人是觉得。以现场环境舒适度来说是，当然是雾桃，它最大，而且它还设有游戏区，然后那边还有两台老虎车可以玩。然后家乡的一楼用餐面积比全美行大，但是全美行有以前有二楼，但是它最近可能是疫情，它二楼没有开。好，然后再来就全美行这样。然后以口味来讲的话，我觉得，全美行第一啦，然后。雾桃再来家乡，以上是个人观点的哈，那 不代表说大家一定会这样认为的啊，反正就是这是我自己这些年吃下来的感觉，好，那以上就是这一次，冰箱到池上做这个池上饭包三家指标线店的比较吧，啊，如果大家觉得喜欢的话。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啊！好，然后便当情报不漏接哦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，就到这边啊，谢谢大家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